鱼女是海妖人鱼，祭司献祭全船，看清点赞母巨棒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哥哥。之前的视频中，龙哥哥猜测鱼女之所以天生不会说话，且对鱼感到特别的亲切，被献祭海中后并没有死亡过程，而是长出了鱼鳍，说明鱼女本身可能是人类和海妖鱼族结合产生的孩子，她本来就有半人半鱼的体质，所以被献祭后能长出鱼鳍，激活了身体里的鱼族基因，因此变成了海妖型的监管者。目前我们在官方新的鱼女宣传片中似乎印证了这点猜测，鱼女变成了半人鱼的海妖。从宣传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，许多求生者都有污点的一面，而祭司似乎成为了监管者的卧底。祭司引领着海船驶向了海妖鱼女所在的深海，最后把整船的人都献祭给了鱼女。难道祭司所信奉的邪神能和鱼女产生联系吗？当然，这些还要后续更多的线索来辅助推测。不过官方设计的让祭司献祭全船人员的安排还真是妙，祭司的绝招就是打洞啊，用井盖在船底打个洞，整个船就沉了，然后就献祭全船了。技能还能这样用，妙啊！关注我，了解第五人格更多的秘密。